一个节目，我自己一个人呢，完成不了，就是你能帮我一下吗？帮我个忙可以吗？对，现在呢，就是我要把，你帮我拿这个盘子，把这个珠子给我倒嘴里面，完了以后呢，你等着，你等，就是你等着把你看到的东西告诉我房间的兄弟们就行。我说你等，你把它倒到我嘴里面，完了后你等着，你把你看到的真正的事情告诉我房间的兄弟们就行。看你看到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行吧，来，那，你先告诉他们盘子里面有什么。就一个小的铁珠子。对，兄弟们，就一颗钢珠啊！来，你把它给我倒嘴里面。那。那，没事，你别挨着，我感觉你那一有声音的话，让大家感觉到那个啥。我为什么拍手？我怎么知道？证明我手里面没有东西，对吧？来，你拿着，拿起来盘子，那，告诉大家你看到的是什么？我看到珠子从眼里面掉下来，眼睛里。感谢啊，非常感谢啊！对，来，兄弟们，你们就说这个话啊，不是说我这个话呢，不是说我自己在这说的。你问美女，你刚才就是把你刚才的经过说一遍，看到的经过说一遍。我就看到那个珠子从眼睛里面掉出来，但是这个我是知道有一个原理的，因为小的也看了，基本上眼耳口鼻的话都是能够通的。给你吧。对，兄弟，我那个珠子是你给我倒嘴里面的吧？啊，对。对，你也是看见它从眼睛里面出来的吧？啊、对，这美女不会骗人，你说我会骗你们吧？对，美女不会骗人，干哈？你们不要这样带节奏好不好？对，你们就不要这样带节奏好不好？美女，那我问一句，我厉害吗？厉害。那必须得厉害，对。